银行的花车上有一只可爱的金老虎，那么花车上呢还有美丽大方的华布小姐。芭蕾 Coco 经常参加我们金龙大游行的活动，除此之外呢，他们也常到医院、养老院以及教会等地方表演。这是 Saddleback Valley 天使步操队的表演。少年乐团参加金龙大游行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，此次的表演为金龙大游行再次增添光彩。嗨，九雷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游行呢已经接近尾声了。那么今年的金龙大游行呢，还是没有让大家失望，有非常多这种好看的表演，以及呢这种非常热闹的气氛，大家一起来庆祝中国年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呢，一起来欢庆迎接虎年的到来。那么希望大家在未来一年呢，也都能够心想事成，那么最主要是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的，万事如意。OK， 那么我们就在这边金融大游行的111届的金融大游行就在这边结束了。那我们明年见，把时间交还给你，周雷。谢谢嘉玲，如果今年。